大家好，我是Yale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新的影片系列。Oh my god， 我超兴奋的！这个系列呢是30天改变自己挑战。如果你想要为人生增加色彩，想要让自己更进步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让自己远离慵懒的人生，增加自信，想要让人生更有意义，那你这个月一定要关注我们30天改变自己挑战。这个系列中呢，我会每天带大家做不同的事来帮助你踏出舒适圈。有些东西呢我之前讲过了，但是呢没有真正的示范给大家看，希望大家在看影片的同时也可以照做，因为我的能力有限，你能不能改变要看你给不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因为你值得更好的人生。我是 Yale Chen 陈彦真，希望在接下来的30天可以跟你手牵手往前走，摆脱过去，在30天后可以成为一个更进步更有自信的人。记得在下面订阅频道你才能看到影片哦。如果你已经订阅频道了，记得按订阅钮旁边的小铃铛，你才能够收到通知哦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开始吧。